第432章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上了车，云溪看了眼身旁面色阴沉的男人，刚刚教室斯文轩的灵力还没有褪去，整个人看起来比往日更多了几分深沉，却也更有成熟男人的味道。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敢教训总统阁下，穆飞驰这个特殊的例外还真是嚣张又狂妄啊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见他不说话，云溪戳了戳他的腰，有些好奇地问，少帅，你怎么那么讨厌斯文轩啊？他可是总统千金哎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喜欢你啊。穆飞驰转头睨了他一眼，俊脸傲娇又不屑，哼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子不喜欢他。你这么着急解释做什么？我又没有别的意思。他只是纯粹好奇，虽然斯文轩确实不讨喜，不过大把男人为了他的身份捧着他哄着他，恨不得当公主一样供着，唯独穆飞驰压根不待见。他不待见也情有可原，毕竟他的身份比他更高贵。可他这话说着无心，听着就有意了。穆飞驰饶有趣味地转过头，豪整以暇地看着他，幽沉的眸底隐隐噙着光。宝贝儿，你是在查岗呢，还是在吃醋？云溪一愣，很快反应过来他这话的意思，耳根发烫地憋开头。我什么意思都没有，你别乱想。好，是吗？他倾过身凑了过来。嗯，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醋味啊？肩膀一重，某个人把下巴搁在他肩上，灼热的气息扑打在他脖颈间，引来他一阵阵轻颤。醋是个好东西，宝贝儿可以经常吃。低沉的嗓音徘徊在耳边，听着像是在哄诱，又像是在撒娇。啊！云溪抬手一掌推开他凑近的脸，一脸的拿他没办法的神情。穆三岁，你能成熟点吗？生物竞赛在周五，云溪一边在脑海演练手术的程序和方案，一边温习生物学功课。周成哲既然上门挑衅，那他就让他知道挑衅的后果。京高选出了10名学生参赛，赵雨墨本来没有兴趣，可成绩摆在那儿，不参加也不行。这次初赛的考试范围比较广，其中涉及了细胞生物学、生物化学、植物动物解剖、组织和器官结构、动物行为学以及遗传学和进化学，这些对于云溪来说都是基础知识。离开学校这么多年，基本功虽然没忘，却也不得不回去温习以防万一。初赛这天，云溪一早就来到了赛场。今年的竞赛多了一个抢答的流程，计算机测试后，全国前50名进入竞赛抢答资格，再从50名里筛选胜出的10名，5-5分组对战。抢答环节考的都是课外的知识，以及一些平常不容易接触的生物常识。如果不是平日里对生物学有特别高的兴趣爱好的人，很难过这一关。对于这一关测试，云溪也觉得有点危险，毕竟他温习的知识还不够全面，只能凭记忆力努力扛下去了。进入考场，云溪看了眼被分到同一个考试的周成哲，不由得打量了他一眼。瞧他那副胜券在握的模样，下巴都快飞到天上去了。平日里在学校，他只知道他很高冷，不怎么跟同学说话。估计在他看来，他们都是智障，没资格跟他这种天才说话吧。云溪不由得冷笑了声，哈哈，周同学，请多指教啊，我很期待你的表现。
周成哲一脸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冷哼着坐入自己的座位。哼，大话你早就说出去了，可别说得太难看。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，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